盘点那些具有免疫技能的小僵尸。第一个，锤子僵尸，被射手类植物的攻击时，每隔 4.4 秒会停下来快速旋转身体，发出时长为3秒的锤子旋风，将射手子弹反弹回去。可能是年纪大了，站一会儿要休息一下。第二个，双截棍武僧僵尸，和锤子僵尸一样，被射手类植物的攻击时，会发出双截棍旋风，将射手子弹反弹回去。第三个，阳伞僵尸，手持阳伞，可以抵御抛投类攻击。第四个，铲子僵尸，手持铲子可以抵御直线类攻击。第五个，小丑僵尸，不仅能反弹射手类子弹，还能反弹投手类的子弹。第六个，蓑衣僵尸，不仅可以抵挡抛投类的子弹，还能吸收能量豆。说到免疫，那当然少不了我，我恶龙小鬼僵尸那可是能免疫所有的火焰攻击的。